而从生活教育到保护大地的观念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慈济大幼儿园的学生除了注重学业，也养成了生活的好习惯。每一天小朋友都守好本分事，把老师曾经教过的规矩落实在生活当中。时活泼可爱，做起事来也很认真。他们是马六甲慈济大爱幼儿园的学生。自己倒水，还有自己折棉被，还有自己洗碗，还有自己洗碗，自己吃饭。如果孩子自己会做事的话，老师当然会很开心哦。他们回家，在家里也会自己执行的话，爸爸妈妈看到他们会回来反应的时候，是很欣慰的事情。用过的餐具自己清洗。这个是倒水洗碗的。洗碗的。这个是用洗衣水用的，洗了过后我们提升起来又再用。这桶是什么水？陌生的水啊。然后你们来这什么？小花。就连擦身体的水都很珍惜。小草变什么颜色？小草绿色。我也是洗手水。那天气太闷热了，因为土地呢也比较干燥了，小草水分吸收不到。然后说小草小草，我水来了，赶快喝，然后快快长大。寓教于乐，养成好习惯，生活教育从小扎根。大爱新闻吕佳佳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报道。